爱上跟我们亚洲巡回见面会东京站幕后，虽然在玩语脸书已经公布了许多行前画面，但仍有不少粉丝敲完许愿。没错，的确还有许多珍贵影像未露出。今天完全娱乐幕后小组将公开见面会当天的所有花絮，请大家深呼吸，一气呵成看下去喽 ，Let's go。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彩排而已啦，还好啦 ，relax。我们会玩他们两个吗？会爆料的时候会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形象真的都太好了，没有什么可以爆料的，都只有好话。陈楚河应该不少坏话吧？你在笑？你觉得我们有穿防弹衣来日本吗？对啊，这种事能爆料的吗？陈楚河气度这么大，你们讲可以啦。不 是不想爆，是不敢爆。你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最大的优点就是优点太多，最大的缺点就是缺点太少。优点是感情非常好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他们的形象是爱吵架哎。你不知道吗？真的感情好才能这样吵架，好不好？如果感情不好的话，根本话都不会说，然后两个人就在面重踏外重。对对对。手互相然后碰一下自己，这两个男生没有肢体会觉得什么意思？互相碰一下已经太过分了，尴尬啦，因为老实说，他们平常也很少组合，他们在戏里面也没有搭到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懂那感觉了。肖小明是 model 哎，我都已经进入。这是一个這平面的一个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摆，跟演戏不也很不一样。进入音乐，所以一起来，离远一点，等一下弹的时候我们背景。你的舞很不搭。Hello， 那我们现在可以吃 ending 吗？又是最后，好，好，好，动哦，动哦，好了，那你要先拍照，一定要拍照，动一下，我感应，好，你感应，好，你模拟一下，模拟。有点差，得奖的是4支39，我不要，他不要。有看过两位跳舞了吗？楚妍跳舞还没，都还没，彩排都没看啊，一定要去笑一下，没有啦，要去支持一下。Thank you.
就比较怕雅妍姐还是楚哥，比较把谁当长辈？两个都蛮怕的。那还是开玩笑啊，那些都还可以，下来唱歌都是可以。只是有时候严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乱搞。毕竟还是前辈嘛，毕竟年纪有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只是一个小弟弟而已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尊敬的心。爸爸，我紧张，爸爸。爸爸进一个，爸爸进一个，要不要进？对对对，走。我没有要亲你干嘛？我是要，我没有太亲啊。眼神给他电力。哦。刚好现在韩国现在最流行，日本也很流行，就这种花衬衫，就是你穿的时候才开始流行，对吧？对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。夏威夷衫，对，没错。然后里面要穿 oversize， 穿这些都 OK， 但有需要穿增高十公分的球鞋吗？有需要吗？东京见面会台下粉丝太热情，从活动开始到结束，活力一直充沛着。小记者猜想，这个原因肯定是演员 non stop 的经历，可能 maybe 就是非常的棒，因为你都示范的很好。对。见面会最大的礼物，绝对就是可以近距离的给演员们打气。赖雅妍，我爱你。陈楚涵，你什么时候要结婚？画骨面上的动作。哎呀，谢谢，我走不回去了。我们就是一个 freestyle 就好。还有，陈楚是最后一个，陈楚最后一个。超级难的。他喜欢你，他讨厌你，他讨厌你。他是。爱上他了，亚洲巡回见面会，东京站。爱上他们亚洲巡回见面会，东京站画下完美的句点喽。居民们的回忆再添一笔，肯定可以除凉一阵子，天天有好梦啦！完全娱乐东京独家报道。这不要太好了吗？谢谢。